的主持人，救生团的志工，我是 Ronnie。那么就我们就开始来成果报告吧。那第一个要成果报告的是 GEV 救生团的临时小学校 Demo Day 的观众票选奖结果公布。那我就把镜头交给救生团。谁要那个？我哦，交给贝斯。好的，我们刚刚就是4点整的时候就是截止投票，所以就是那我要等我一下，我要来宣布就是我们的那个观众票选奖的结果。所以我们今天临时小学校 Demo Day 的观众票选奖得奖的是，真的。好，可以按一来鼓掌哦，按数字噔一噔可以。噔噔，GKDC，So our audience award goes to GKDC. So congratulations. We will send the gift to you. Thank you. 好，所以除了好，颁我奖结之外，束还有了。就结束了。嗯。现在第二个成果报告的是 Dispatchery 的 Spot Thief，大家来找场。那么，Dispatchery 是谁要来讲呢？然后下一位黑熊可以准备。Dispatchery 是谁要来讲？有在吗？有在吗？有在吗？给5秒钟时间，如果没有，我先暂时跳黑熊。那请等。